2016年嘅11月26日星期六上昼大概10点松啲钟，我哋咧行呢条小夏威夷径啊，嗱几正，有竹树，好行噶，又贴近市区。今朝落好大雨，照出发，睇下啲竹树。嗱。對面咧就係將軍澳嗰啲樓嚟噶啦，呢個咧就通宵完係咪啊？照行小夏威夷徑，成個山都係呢啲花，而且條路線咧貼近市區，安全，進可攻，退可守。哇，幾靚！